已经打开，现在我来到新山这个富力广场这里。哎，各位，这就是 RDS 又要好了，我们等了很久很久的。OK， 啊，你看现在已经连接上去了。OK， 好了啊，我现在走给大家看看。现在我是往杜朗拉威方向，宽柔中学的方向前去，然后你看这一个桥呢，就转右，它就是往新加坡方向去的，各位看清楚，看到吗？啊，你看这个桥开始转去右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往新加坡去了。啊，已经接到差不多要好了啊，啊。哇哦，快完成啦，期待啦。OK， 好了，记得 follow 我的黄老师，我会继续把这个项目的工程进展和大家汇报。OK， 拜拜。